最近238万订阅的 YouTuber Pan Piano 也加入了入华的行列。那事情的起因呢，是小 P 跟一个成人手游天下不魔合作，他不但亲自 cos 成游戏的角色，也在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上面弹奏游戏主题曲。不过有中国小粉红发现，有小 P 过去曾经对一个日本网友的日台友好留言暗赞，因此认定他就是台独分子。而超有创意的小粉红呢，为了表达他们的不满，纷纷把游戏的 ID 改成像是抵制 TD 分子啊，或是原则问题不妥协。而且呢，为了让自己的名字能够被看到，他们还花钱氪金，让这些抵制系的 ID 冲上排行榜。那目前呢，这个小 P 跟游戏官方都没有任何的回应。老实说啊，是我的话也不知道要怎么回了。